铺垫。这八块之间的九块的时候练得太狠了，太努力了。九块怎么练啊？还现在第九块，就想要第九块，结果只有第一了。我太天真了，我还真想不到九是啥，这九是啥练出来还是个单数。那我们再来一遍，好吧？刚刚那个 OK 是对的，只是你稍微晚了一点点。怎么才能触碰到你？体会你的身上情绪，每次散过是什么结局？今天还可以玩这个蓝冠杯，我在哪儿啊？我这个哇，你赢了，好累。转两圈，哦，转两圈就是大招。我知道，这都赢了，你又赢了。我白了，我手已经软了。
个五五，练得很好，真的练得很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？